是中伟，他是哲嘉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叫《香格里拉》，好辣，对。然后，对这首歌，就是其实它有点像是在讲那种，虽然你现在很失败，然后但是，你很希望有一个人在自己身边陪伴的感觉，然后一起寻找一个很安逸然后很舒服的地方的那种，对，就是所谓的香格里拉这样子。对，那好，接下来为各位带来这首歌《香格里拉》。
谢谢，香格里拉。